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英国的卢书记。那肯定想问我一只问题，我为啥会得讲上海话呢？因为我老欢喜上海话，老欢喜上海，有老多老多的上海的朋友。但是呢，就是学上海话是老困难的，因为现在老多的年轻人不会得讲上海话，在帮我讲普通闲话。老好。侬跟那老，跟我那老不要讲外国话。讲英文，伊讲上海话就搞怪。跟我到了上海几年了？四年半了。四年半，侬讲了老好了，侬跟挂了一样了已经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要去寻正宗的上海话。哎，侬好！哎，古镇路哪能走？哎，侬好！哎，古镇路哪能走啊？侬晓得吧？古镇路啊！啊！我还真不知道。好像是个。侬讲上海话好吧？我听不懂普通话。侬是上海人吗？我不是上海人啊。侬是啥地方人？我是浦东的呀。侬是？我是在浦东住啊。啊不，侬来自啥地方？来自湖北。湖北是吧？湖北。那么侬听得懂上海话？上海话听得懂一点点。啊，但是人家不会的讲。哎，不会讲。哎，侬好。哎，我家是哪能走啊？侬晓得吧？不晓得。不晓得。哦。我家是阿不宁的。他是真的不知道吗？还是就不想告诉我？哎，先生，哎，侬好，侬好，哎，浦镇路哪能走？什么？浦镇路。浦生什么？浦镇路，哎，浦镇路。侬听不懂上海话是吧？听不懂。侬好，侬好，哎，陆家嘴哪能走？知道吧？啊？陆家嘴。哪能走？那为啥要讲英文啊？啊，是这样的。哎，侬好，哎，陆家嘴哪能走啊？侬知道吧？这里直走。侬为啥要讲普通闲话？给的直接走，到前面那个一条路口啊，小走哎，小走啊啊，行呀行，走。用24小时生活，第25小时思考。我是李磊。这位英国小伙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罗思杰。4年前，他来到上海留学，除了爱上海派文化之外，他还爱上了一位美丽的上海姑娘。为了讨好丈人和丈母娘，罗思杰学起了上海话。但是罗思杰慢慢发现，现在说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。要说找到一个说一口地道上海话，而且不夹杂普通话的年轻人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罗思杰为自己找了一个上海话的师傅。这天，他们又开课了。好，吃好夜饭，看电视，听外国阿青讲故事。今朝阿拉只故事讲的是邻里关系。楼上有个老王，楼下有个小王。小王辣伊拉屋里向天井高头搭了一只防盗窗。老高头的老王就不开心了，老王就讲了，弄得防盗窗，分明就是让小偷到两楼来偷物事。小王就讲了，葛末侬也可以搭一只防盗窗呀。老王就想，我搭防盗窗。葛末小偷不就去三楼吗？哎，要命啊！阿拉不是搭防盗窗，阿拉辣盖帮小的小偷，不是小偷哦，小偷，小偷，偷偷偷，三二一，要命啊！阿拉不是搭防盗窗，阿拉是帮小偷搭楼梯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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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了啊啊，蛮好蛮好蛮好。首先恭喜侬，侬上海话讲得噶好。我刚刚来面搭监视器里，我也看了。但是呢，我讲侬提两点啊。哦，好好。两点不要得提了正确吧。那么侬第一点呢，侬我觉着就讲侬搿搭，就讲侬迭个讲故事个，就讲气了没那观众争了。哦。来，罗书记来。哦，好。侬来。侬讲侬讲。啊，侬我是先当白律师了。哎，那么我讲俾侬听听。好，我听懂了。让侬听听啊。好。吃好夜饭看电视，听我外国阿青来讲故事。今朝只故事讲的是阿青和罗书记讲故事啊，搞得邪气起劲。老多人可能不晓得，辣阿青第一趟作为政协委员提交议案的辰光，
伊还提出推广普通闲话，保护上海话。今朝伊看到一个老外学上海话学得介好，而且学得介用心，伊心里下起开心。推广普通闲话，这个是相当重要，因为便于沟通，但是要保护上海话。我不是讲就讲拿上课老师讲上海话，我不是搿意思，就讲侬可以上课辰光用普通话讲，因为推广普通话用容易教学，容易讲得清爽上体。但侬课余辰光，侬可以唱唱上海说唱啊，唱唱沪剧啊，唱唱独角戏啊。假如讲伊拉学堂里，假如讲没个设备，我可以组织我小朋友或者我社会高头一种欢喜话，或者去教伊拉。搿能介呢，就讲能够拿上海话保留下来，因为上海话是阿拉海派文化最重要一个部分。海派文化侬缺少上海话，不存在海派文化。如果我是侬自家可以讲，我自家语言就会得。哎，侬讲外国话哪能讲？我讲英文就。哎，侬讲英文，侬讲比试试看。我来学就。哎，侬全部讲英文。全部整桌来行吗？我来看看。好，那有翻译了。哎 ，The story we're talking about today is to do with two neighbors, a neighbor on top called Old Wang, and a neighbor on the floor below called. 这个看中文说英文太难了。哎，那么侬前头两句讲看，先吃完夜饭看电视，听话，我好两句英文。英文啊？哎，外国人吃夜饭哪能讲？After dinner. After dinner. After dinner. 对。我吃好 after dinner 讲故事，不是。After dinner watch. Watch. After dinner watch TV. Oh, after dinner watch, watch TV. Listen to A Qing. 我 listen to A Qing. 哎，对。就听我A Qing讲故事。哎，对。是没啦，对。Listen to A Qing tell you a story. 哎，那个对我也举了。Listen to.Listen to A Qing. Listen to A Qing. Listen to A Qing. Tell you a story. Tell you. 他有 story 呢。Story. 好。他有 story 呢。哎，漂亮。第一句嘛，记他了。所以这个么子啦。其实鲁斯基小辰光了，曾经想做一个脱口秀的演员，所以伊搭阿庆对马克辰光，伊会用心体会中国式的幽默。但是阿庆的节目当中啊。大家更多体会到的是一个滑稽戏演员帮滑稽戏之间的感情，这份感情啊带来一眼自豪，